Hello， 大家好，进来刮这一张惊喜成双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，有高达10次的中奖机会呢。然后嘞，它的游戏方式在下面这边，任意局中刮出两个相同号码，即得该局奖金，不可跨局兑奖。那一共有10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所以有10次中奖机会了哦。这次挑选的号码是尾数是27号。整个号码是00149102，希望这个号码可以中奖啦！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，先来刮第一局，两个相同号码就有奖金。第一局的第一个号码是11，再个11就有钱了，哇，26啦，200元，没关系，小奖让他走，要中大奖啦！再第二局25，再个25好不好？12。奖金是500元，一样没中。来第三局，第三局10，再个10，哇16，白高兴一下。奖金是200元。好，来看第四局吧。第四局14，再个14，哇25啦。奖金是200万。却没中，来看第五局，11，这有个11呢，1126，奖金是10000元，所以一样没中啊，好吧，等一下，来看第六局吧，这刮起来还蛮快的呢，第六局，来来来。第一个号码是15，米格牌，来个15好不好？1113啊，奖金是300元，一样没中。第七局，17，再个17，哇，29啦，奖金是1000元，没中。好了，剩下三局了，剩三局了，8、9、10，剩下60块，来，29，哇，14，又没中啊。哇，又剩2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等一下吧，这2局有没有机会中奖呢？来看第9局，第9局30，再一个30好不好？哇，2开头的啦，22，奖金是1000元，一样没中啊。好，来看第10局吧，最后一局了，是中奖还是乌龟，就看这一刮了。来，第一个号码是27，第一个号码，哇18啦，所以咧，这是一张乌龟牌啦，所以咧，这一张杠估了。最后来做个总结吧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惊喜成双刮刮乐尾数27号，宣告杠估，做200块钱的公益。那就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